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21年3月4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148篇一到14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天上赞美耶和华，在高处赞美他，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，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。日头、月亮，你们要赞美他，放光的星宿，你们都要赞美他。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，你们都要赞美他。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，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。他将这些立定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定了命，不能废去。所有在地上的，大鱼和一切生养，火与冰雹，血和雾气，成就他命的狂风，大山和小山，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，野兽和一切牲畜，昆虫和飞鸟，世上的君王和万民，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，少年人和处女，老年人和孩童，都当赞美耶和华。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，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，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。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，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，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，都赞美他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主耶稣，我要赞美你，你造了天地和万物，你造了我的生命。主耶稣啊，求你赐给我在基督里的重生，救赎我的生命，成为有灵的活人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救主耶稣在十字架舍命，
流出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若不流血罪再还不清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2章22到23节，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贫穷人，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，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，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，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。主耶稣，求你光照我，我愿远离欺压与抢夺的生命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你，荣耀归主你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荣耀归主你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2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主耶稣，我愿悔改，离开骄傲，求主赐给我心中有神的爱，赐给我有爱人如己的心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十字架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十字架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十字架在背后，永不回头。